睡前不，眼前总是闪着一幅画卷，画卷快睡觉。哥哥兄弟跟我一起飞向远方，耶！伟大的冒险，每一次出发都不可思议，总有些神奇的事会发生，这会很有趣吗？最爱的奇妙旅行，耶！开始冒险，跟着 Bird 和你一起。奇妙旅行，Bird 和 Ernie的神秘冒险。